报道，金正恩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时隔55年再次访问越南。除了与阮富仲会晤外，金正恩还将为越南烈士纪念碑和胡志明主席立献花，并与越南总理阮春福、国会主席阮世金明等会面。资料图，当地时间2月26日早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列车抵达越南边境火车站，在到达同登江等车站后，金正恩将转乘轿车前往河内，路程长达170公里，可能需要数小时。目前越南方面暂未公开各项活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3月1日，金正恩将与阮富仲在主席宫前会面，一同检阅仪仗队，宣告友好访问的开始。进行首脑会谈后，傍晚两人将携朝鲜和越南高层人士出席晚宴。韩媒称，晚餐的场所可能是在国际会展中心，因为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曾两次到此进行实地考察。当地时间3月2日上午，金正恩将为越南烈士纪念碑和胡志明主席立献花，并与阮春福、阮世金明等会面。下午，金正恩将离开下榻酒店，前往同登站乘坐专列返回朝鲜。据越南当局相关人士消息，当地时间2日下午10时至30时，从河内北利亚酒店到同登站的一号国道将实行封路。据越南外交人士消息，金正恩还可能有其他惊喜行程，比如一日上午，金正恩也许会访问河内市内的越南朝鲜友好幼儿园，见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卢秀荣、李朱英等人。曾于27日考察越南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英格及下龙湾等地，所以金正恩访问海防市甚至北宁省的三星智能手机工厂的可能性依旧存在。